现在我想一个德文歌，如果你们听不懂我的中文没关系，因为我的德文你们也是听不懂，对不对？这我可以乱做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人吗？不行，有没有小朋友在这？如果小朋友在这不能骂人哈，然后他们学坏话不太好，对不对？阿伯，你的小朋友都是骂你哈。哦，你没有小朋友。你的工伤。你还没生小孩啊，对不对？我听不懂在讲什么。你有没有小孩？没有。没有 ，OK。所以他们不会骂你。因为你没有小孩。OK， 介绍个小物吧。嘿，顾总，帮帮我。Thank you.